我由小五開始玩田徑嘅。嗯，咁請問你對於你哋學校暫時整體嘅表現滿唔滿意？嗯，我都頗為滿意嘅，因為佢哋好多都入到 semi 啦，整體都算係唔錯嘅。比賽當中壓力係當然有噶啦，但我覺得佢哋都識調節下自己啲心理嘅，咁但佢哋做出嚟嘅成績都唔會話好差，所以喺呢度攞到頭三咯 overall。我覺得其實氣氛都好唔同嘅，因為可能 D2 啦，好多人都會比較勁啦，咁佢哋有人幫佢打氣嘅，但係呢度可能相比起就會比較靜啲啦，但係咁都有啲人為佢哋嘅學校嘅人打氣啦，我覺得都 OK 嘅，都係勤力比較緊要啦，因為好多嘢都唔係一定係有天分就可以攞到好好嘅成績，都要靠後天嘅努力嘅。咁我覺得我哋再加強啲練習，或者可能大家互相鼓勵一下，咁樣都會有幫助嘅。